Sarsma.谢谢。いいな、ここの。あいや、我有一个肉包。啊，这这里可以吃。我来这边吃吗？这里。啊，直接吃。谢谢。可以呀，你看我帮你放下去，这不会动吗？谢谢。太冰冻了，冰冻。再拿一罐啊，再来一次过。对啊。我搞定了。在哪里啊？日本。那个好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六时半からやってるみたいです。こんな感じ。おいしそう。好，就这样。肉まん、肉まんじゃないや。なんだっけこれ。ローパオ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い。
暑い。美味しいです。啊，对，我是 YouTuber。 嗯，好吃耶。里面是老店，老店吗？老店，老店，八九年的。八九年的，嗯，哦，好好吃。对，现在做几十年才是老店。还有一年。是，好吃最要紧的。好吃哎，第一次吃了。还好啦，还可以吃的。练习的。恰你，恰你会。OK， 哦，少し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啊，一点点，我会讲一点点国语。这是从日本哪里？从日本的福冈。福冈啊，哦，嗯，大地震哦。啊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福岛，哦，不是福冈，哦，所以错了，错了。福岡的。来台湾多久？多几天了，啊？我是住台北的。哦，你现在是住台北吗？对，我是大学生，这里。好空哦，那我礼拜天我。落下来，就这样落下去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好，老公，他老公好厉害。哈哈哈哈哈。看他不爱。这个乌龙茶。啊，谢谢。没有杯子。好好好，用这个。谢谢。用这个碗。他老公快70岁了，小孩已经70岁。哈哈哈哈哈。光头帅。你去咋啦的？我去咋啦了？我我。厉害了，还是黄老公。谢谢，谢谢。对，我我。慢慢用，好，好，慢慢用，然后再有力气骑。好，我一下要什么呢？好，谢谢。我前面放假了，骑过240公里，两百四十公里真的放假了。对啊，放假。他放假没有回去呀？那个高飞机票很贵，买不起，因为很多台湾人想去日本玩，然后学生的话不用回去。他来回要多少钱？现在大概。